陈信安将参加23日慈善圣诞路跑。本报资料照片分享。第五届台北市建筑世代会慈善圣诞路跑将在23日于新店碧潭东岸广场温馨开跑，主办单位也将路跑结合公益。本次路跑赛事的报名费将全额捐赠给台东孩子的书屋。由艺人小 S、贾永杰及陈信安带领参赛的跑者一同为台东孩子的书屋而跑，现场也将发起寒冬送暖捐赠跑衣的活动，希望在圣诞节平安夜前夕，透过本次活动将圣诞节公益爱的气氛带给所有参与的跑者。本次路跑赛事组别分为7公里亲子组及12公里竞赛组，今年主办单位将报名人数提高至5000人，也会将募得的500万元报名费全数捐给台东书屋的小孩，帮助更多弱势学童。台北市建筑世代会会长王雅玲说，希望能延续过去的理念，为台湾公益活动尽心力。大家平常事业忙碌，但为了会内活动再忙碌都要参与，因为这是一种使命。我们期待透过这样的活动制造更多正面的事情，并且透过路跑行销方式将公益目的散播出去，提升社会良好风气。活动时间23日下午3点至晚上8点，从新店碧潭东岸广场开跑，沿线经过秀朗大桥、阳光桥及东西岸自行车步道，最后再回到碧潭东岸广场。